曾几何时，为了让自己显得合群，选择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，为了讨好喜欢的人，一次次的委屈自己，甚至为了陌生人的一个眼神，就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。可是，这样小心翼翼的你，一定会很累吧？你以为照顾了所有人的想法，就能得到他们的喜欢？你以为逼着自己合群，就能真的合群？直到后来才发现，在日复一日对自己的为难中，你逐渐弄丢了真实的自己。殊不知，人生在世，最不值得的事情，就是在别人的眼光中迷失自己。其实，正如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，你也同样无法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的。有一句话说，世上没有不快乐的人，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。如果一段关系让你变得卑微，你可以选择抽身离去；如果一个人总是让你哭泣，你要学会放手。你要始终相信，每个人最初的样子都是最美好的。真正喜欢你的人会喜欢你原来的样子，真正爱你的人从来不需要你的委曲求全。所以后半生，请把身上的枷锁全部解除吧，去做喜欢的事，去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你会发现，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比活出自己更加幸福了。要相信，真实的自己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愿你此生尽兴，不负韶华。我是01，祝你晚安。